然后加入少量的水，顺着原料进去少量的水，起到的作用是起到一个润滑饮料的作用。打开电机的顺序是切割电机、煮电机、喂料电机。一开始喂料要少量喂料，机头部位出料之后就可以停止加水。一开始喂料速度稍慢，你下来的料在这个进料口位置没有残留。刚开始机器的话，因为温度比较低，一开始放了一些湿料，所以出来的这个物料呢是不是成品物料。机器要工作两三分钟以后，做出来料就会是比较好的一个软件料了。你有多少？